从男跨女，最美解说做自己，却受歧视。诅咒你就是不要在这世界上，你不应该存在。这些东西我都会尽可能的，我都不看，然后都无视它。制定反歧视法，能保障非主流族群吗？让不一样变一样。星期六晚间11点，民视新闻台，民视一言堂。